是上次我们在这里拍的，这个门是往那里走的。接触点子的，跟他毛板关系没有啊？跳下去这边就是了，那有意思啊。
算一次回头，那全下来一种。
那谁也超富了？今天我去玩，也没有。
是何主席，是何主席表姐，副部长。能行，是副主席。三个人就能行，央视一岁沙发。Thank you.
来着？手机没电了。这里要吃，这个我这个小雪。哎，对。Thank you.
就是晒光，真的是啊，不同时用品的，它就叫成都。帽子下面啊？哦。啊？你干嘛韩国他又买这个了？我穿棉袄了。可以吧，这前在下面被找无法不款啊，真的喵。
高，完下就转转。嗯，打个招呼呢。Hello。看着这不大，你进去很大的人，看着这么不大。在走远点嘛，
我是用手机。嫂子，湖南是苦的难活菜，为什么我开了一个店？我的身体上面穿的全都是毛衣。
对啊。Thank you.
Yeah.